今天我介绍一个词根 CEPT set 啊，CEPT set 意思是取状啊，这个词位是septus，它是权状，septus 它是权状，权状它有一个词根 CEPT，意思是取状、抓住、拿、抢占啊，它有一个后缀 el，意思是更多的一个人有联系的人做某事。Septa 它有个词根 CEPT，意思是取杖、抓住、拿、抢杖。它有一个后缀 OR，意思是一个人、有联系的人、做某事的人、状态。Acceptance 例外，Acceptance 它有一个前缀啊，ex 在、之外、在、外面、从、因为、后果、远离、失踪、触及的。啊，外部出去，它有一个词根 CEPT，意思是取杖、抓住、拿、抢杖。它有一个后缀 ANT，啊，意思是处于一种状态、状况，处于某种状态或状况，意思是 adjective suffering。Accepted 除外，它是一个 adjective 词位，除外。前缀是 ex，意思是在、之外、在、外面、从、因为、受果、远离的、失踪、出局的、出外部、出去。它有一个词根 cept，意思是取、占、抓住、拿、抢占。它有一个后缀 end，意思是过去式动词、形容词，具有特定状态 past tense adjective。Accept 例外，accept 它有一个前缀 ex，意思是在、之外、在外面、从、因为、后果、远离、失踪、出局的、外部、去。它有一个词根 cept，意思是取、占、抓住、拿、抢占。它有一个后缀 suffix，er，意思是更多的一个人、有联系的人、做某事，所以。它是 comparative adjective suffix，或者是 noun 以及 pronoun suffix。Accepting 除外，accepting 它是一个preposition 词位它有一个前缀 ex，意思是在、之外、在外面、从、因为、后果、远离、失踪、出局的、外部、出去。它有一个词根。意思是它的词根是 CEPT，意思是取杖、抓住、拿、抢杖。它有一个后缀 ing，意思是动词形式、现在分词、连续动作。它是 noun adjective 以及 past participle suffering。Exception 例外，例外这个词位，它是 noun word，它有一个前缀。前缀是 ex，ex 意思是在、之外、在、外面、从、因为、后果、远离、失踪、出去的、外部、去。它有一个词根，它这个词根是 cept，意思是摄取、占、抓住、拿、抢占。它有一个后缀是suffix，ion suffix 意思是行为、过程。它是一个 noun 以及 verb suffix，它是名词或者动词后缀。Exception 它有一个前缀 ex，意思是在、之外、在、外面、从、因为、后果、远离、失踪、出局的、外部、出去。它有一个词根 cept，取、占、抓住、拿、抢占。它有一个后缀 ious，ious 意思是意思是。具有以下本质，ous 是与词根相连的组成形容词，意思是拥有充满既定本质。ous 也附加在词根上，形成指代化学元素名词的形容词。它是adjectives suffix，它是形容词后缀。Exceptive 例外。Exceptive 它有一个前缀，
ex， 意思是在之外，在 I man 从因为受过远离失踪缺席的外部趋势。它有一个词根，意思是cept 啊，意思是除战加入哪场战。它有一个后缀 ive 啊 ，ive 后缀是名词的形容词，形容词形式的啊，它是 adjective suffix 啊，名词形容词形式的，它是 adjective suffix。less except less 例外 ，except less 它有一个前缀 ex 在。之外，在外面从因为后果远离失踪缺席的外部去去，它有一个词根，意思是词根是 cept， 意思是去站抓住哪场站，它有一个后缀啊 less 啊，意思是没有否定否认不足 adjective。except 例外 ，except 它有一个前缀。ex 意思是在 dy 在 I man 从因为受过远离失踪聚集的外部去去，它有一个词根 cept， 意思是去站抓住哪场站，它有一个后缀 suffix， 它后缀是 all， 意思是一个人有能力的人做某事的人状态，这个后缀是。Long suffix 是名词后缀 ，acceptable 和接受的 ，acceptable 和接受的 ，acceptable 它有一个前缀 ac， 意思是自取决于在靠困在治愈观点移动到或桥上或之外，它有一个词根cept， 意思是取站抓住哪场站，它有一个后缀。ABL able， ABL able 意思是是可便利能够，它是一个adjective suffix， 它是形容词后缀。Acceptance 验收 ，acceptance 验收它是一个 noun word， 它是一个名词的，它有一个前缀 AC， 意思是即取决于上靠更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望桥上之外，它有一个词根cept 意思是取站抓住哪船桨，它有一个后缀 ance， 意思是直男的状态，形容词构成名词，动词词根to form 名词它是状态或挑战它是名词后缀 ，long suffix。acceptance 接受 ，acceptance 它有一个前缀 ac， 意思是自取决于上靠更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或桥上之外，它有一个词根意思是词根是 cep， 意思是取站抓住哪场站，它有一个后缀 ancy。意思是状态answer y 的组合用于构成表示状态或质量的名词，比如说 brilliance 加 ancy brilliance 它是一个 long suffix acceptant 接受者 acceptant 接受者 acceptant 它有一个前缀 ac意思是自取决于上靠更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或桥上之外之后有一个词根意思是取站抓住哪船站还有一个后缀 ant 意思是处于一种状态状况处于某种状态或状况它是 adjective suffix。Acceptation 接受 ，acceptation 它有一个前缀 ac， 意思是自取决于上靠更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或桥上之外，还有它有一个词根 cept， 意思是是取站抓住哪场站，还有一个后缀 ation 后缀意思是
附加到一些动词或形容词，其中一些以 ate 结尾，形成名词，意思是 state or progress of。它又可以说是表示行为过程，做某事的行为，还有它可以表示状态或质量。它是一个 non-suffix accepted 供应。Accepted 供应 ，accepted 它有一个前缀 ac， 意思是指取决于上、靠正、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挖桥上之外。它有一个词根 cept， 意思是取将、抓住、拿、抢将。它有一个后缀 ed， 意思是过去式动词、形容词，具有特定的状态。它是 past tense 以及 adjective suffix。Accepted 接受者 ，accepted 的它有一个 prefix ac， 意思是指取决于上、靠近、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挖桥上之外。它还有一个词根 cept， 意思是取将、抓住、拿、闯将。它有一个后缀 ed， 意思是过去式动词、形容词，具有特定状态。它是 past tense 以及 adjective。suffer。Accepted 接受者 ，accepted 它有一个前缀 ac， 意思是指取决于上、靠近、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挖桥上之外。它还有一个词根 cept， 意思是取将、抓住、拿、闯将。它有一个后缀。意思是过去式动词、形容词具有特定状态，它是 past tense 以及 adjective suffix。Accepting 接受 ，accepting 它有一个前缀，意思是指取决于上、靠近、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挖桥上之外。最后是它有一个词根 cept， 意思是取。将抓住拿，它有个后缀 ing， 意思是动词形式、现在分词、连续动作。它是 non-active 以及 present participle suffix。Accepted 接受，接受它有一个前缀 ac， 意思是指取决于上、靠近、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挖桥上之外，它有个词根 cept， 意思是取将、抓住、拿、闯将。它有一个后缀 ive， 意思是名词的形容词形式。它是adjective suffix。acceptor 受体 acceptor 它是有一个前缀ac。意思是指取决于上、靠近、在上、基于观点移动到挖桥上之外。它有一个词根 cept， 意思是取将、抓住、拿、闯将。它有一个后缀 ol， 意思是一个人、有联系的人、做某事的人、状态。我们是重点记忆词根。至少几百个词根就能记忆几万个单词。这里有大约124个常用的词根，也有一些后缀，常用的后缀以及一些常用的前缀。这是一些常用的后缀。另外在 discussion 中，本人提供了笔记档案，下载它。里面有大量的词根，也包括一些前缀以及常用的后缀。如果大家觉得所提供的资讯帮助大家，请点个赞以及 subscribe， 这样并不会错过之后更新的影片以及英文单词笔记。谢谢。